门去。呀，大哥来了，快进快进。弟妹呀，咋的了？俺家狗是不是出事了？狗没出事儿啊，我有事儿。你呀？啊。啥事儿啊？哎，你坐着说，坐着说。啊。哎呀。这不，我老公呀，马上就要下班了，我呀就想让你来我家坐一会儿，让他看看。看啥呀？就是等他一会儿回来了，你呢就对我语气亲热点儿，眼神勾人点儿，动作暧昧点儿。你是让我死得快一点啊？那个弟妹啊，咱有话好好说，你啥意思？我有点心没底呢。哎，这么跟你说吧，啊，我老公他呀，每天一下班刚到家，还没坐热乎呢，就往外跑，天天就知道打那麻将，老把我一人搁家里待着。你那意思是让我补缺呗？谁让你补缺呀？他让那狗补缺，这不把你家狗给接来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他陪你，我回去了啊。哎，我不想让狗陪我。让我陪啊？我也不想让你陪我。你瞅瞅。不让狗陪还不让我陪，你到底干啥？你看我，你看你老瞎搅和，你坐那儿听我说完。啊，你说明白。是这样，我老公他呀不老打麻将吗？就把我一人放家里，让一只狗来陪我。你想想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心里能好受吗？啊，对对。所以我就想让你上咱家来，假借看狗为名，假装对我居心叵测、图谋不轨。这样子，作为一个占有欲强烈的男人，他一定就会醋海生波、妒火中烧，然后他就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啪啪打。没错，我还是走吧。哎，别那个，也没这么严重。反正只要咱这么做了，他就一定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从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再不玩那麻将了。我这么说你明白吗？我明白了。嗯，你那意思是那个让他戒赌，完了自毁名节，对不对？这不都假的吗？一般这事儿就是都说是假的，没人信呐。那个不行，这事儿绝对不行啊！你知道哥为啥稀罕狗不？啊，就因为狗身上有一种特性，忠诚。你说这事儿我要同意了，不背叛兄弟了吗？末了末了，我再挨顿削，我犯不上啊！不能有我呢，我怕有你就没我了。啊，大哥，你就忍心看着他天天围着那麻将桌，亲手断送这美好的生活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同情同情我，可怜可怜我吧，你就当同情同情那小狗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这真不行，这个。不是你别哭，哎呦，行，好，一会儿啊，他回来了啊，你就配合我把这戏演好，好不好？就是让我配合你呗。嗯，咱说好了啊，嗯，只是配合啊。哥可没啥经验呢，我也不是行家呀。啊，你就坐这儿，一会儿等他回来了，赶紧的啊。行，哎，别紧张，我饼不紧张，我这试试。回来了，回来准备。我回来了啊。哎呦，呀，今天回来挺早啊。兄弟回来了。哟，大哥，在这呢。啊。干啥来了？干啥来了？嗯。是呢，我干啥来了呢？我干啥来了呢？啊，大哥，过来教教我宠物饲养的教学课程。对，这大哥就是心细哈，这养个狗都能养出文化来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大哥就是有歪才。对，挺歪的。对了，大哥，正好今儿你来了，啊，一直没到时候好好谢谢你。你说就那个老刘，天天三缺一啊，我一走，你弟妹就闹心，老吵吵，哎呀，没人陪了，哎。多亏你给那狗了，你弟妹老稀罕了，天天抱着狗不撒手。哎，晚上睡觉，搂狗，不搂我了。是吗？必须的，这狗啊，不就代表大哥一片心吗？啊，那个兄弟，你一会儿还玩麻将去吧？应该，那还得打呢。那可挺好。呀，那太好了，你赶紧去吧。啊。那打麻将呢？我得先吃口饭再去啊！你坐没？没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你外边吃一口去吧啊！能给我干啥？我这不怕耽误你正事儿吗？打我一进屋的时候，我咋就觉得这气氛这么怪呢？怪吗？不怪吗？啊！往常呀，他来你都不在家，你没习惯是不是啊？
啊，对你冷不丁一出现，我还不咋会玩了，你瞅瞅。是吧？往堂啥意思？大哥可负责了。啊。自从那狗啊来了咱家之后，大哥天天都来。天天来？打呀？干啥呀？来教我，怕我不会养。啊，对。不就那个就养狗那课程，至于你天天来教吗？那个咋不至于呢？这课程可老深奥了，一时半会儿学不会呀、啊。一节课需要仨点，四节课得一圈吧，就八圈算一锅，讲完之后怎么也得七八锅吧，是吧？哎呀，对，所以你赶紧走吧，你在这儿啊耽误我们俩教学，我俩都放不开。啊，行。那啥，外边天有点凉，那个我整个帽子戴啊。啊，去吧。哎，我那绿帽子哪儿去了？屋里那柜子里呢。那个，弟妹，啊、你是不是太狠了？是不是没啥事？我走了啊。别呀，还没到火候呢。大哥呀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给你做口饭吃去哈。不是，我哎，你不说家里啥也没有吗？这不来不及吗？再说了，我做那饭你也不爱吃呀。那是不爱吃吗？那是不能吃啊！你口味多重啊，整啥不咸？大哥，啊，咸不？咸，不咸，挺香的。你看看，大哥绝对是我的职业。我给你买了苹果，我给你洗点去啊。等会儿，那个你别洗苹果了，你看你快你快回。我咋感觉这么不对劲呢？哪不对劲了？他是不是也太热情了？这哪是热情啊，简直就是热烈呀、啊！他对我咋不这样呢？是吗？这玩意儿吧，可能就分人吧。大哥，苹果来了。哎呀，来了。来尝尝。等会儿，哎，我帮你尝尝甜不甜。行。哎呦，老甜了，你快尝一口。是吗？哎呀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那谁、哎、老刘不在家，不去了。这事整的他不去了。淡定啊！老往外跑啥呀？咱家多温馨呢，有狗，有人儿。还有狗人儿，那个我洗个手啊，一会儿咱一块儿吃啊。嗯，不是，啊弟妹，他说谁呢？谁狗人啊？你呗。哎呀，大哥，太好了，他这是彻底吃醋了。哎，你挺有心呐，兄弟连这么多年感情，那可就断送了。兄弟之间连点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还能叫兄弟吗？弟妹，你要再说的话。那我可就不捞着了，放开，别控制，咱给他来最后一击。你瞧好了，嗯，甜不？甜啊！大哥呀、哦，哎，就你那个狗课，我也想听一听。嗯，没问题。大哥，你说有这么个问题啊、哦？啊，有一只小公狗和一只小母狗 啊，他俩是一家。然后就总有个大狗吧，哎，我老往人家跑啊，撵也撵不走，黏糊的。你说这说明啥呢？说明啥呢？这说明吧，就那大狗是条赖皮狗啊、哦。就根据我的经验，就这大狗没啥事啊，老去老去还特别上心，就说明这大狗呢，你懂的。我懂个六啊，手里过来。你懂不是？哎，我咋感觉他那么不对劲呢？怎么不对劲啊？他不对劲啊，我怎么感觉他对你另有企图呢？你说什么呢？人家大哥这来看狗的。看狗啊？我看是醉翁之意不在狗吧。大哥啊，那狗你还是拿回去吧。拿回去干啥？弟妹多稀罕呢，还有爱心是吧、啊、他有爱心，那狗都快绝食了。大哥，这狗你还抱回去吧。啊，抱回去？别呀，我还没稀罕够呢。我看够了，再说狗在这儿，大哥不放心。那个弟妹看着我放心，是你一走他就来，就能看见狗了，放心。那他来了我还不放心的。哎兄弟，你多心了不？没这狗咱是两家，有这狗咱还是两家啊。你看兄弟是不是拿自己当外人了？你看啊、哦、咱们属于哎呀因狗结缘哈，弟妹这么稀罕狗，管那狗呢还叫儿子，我呢还把这儿子送给他了，对不对？不瞒你说，我来到你家从来就没拿自己当外人，他我狗我们一家三口满满的都是幸福。满满的都是幸福是吧？我送你八个字啊，带上这狗赶紧给我走走。上哪儿去啊？上外面门哪去？我告诉你别走，削你啊，走。不是要走也是你走吧？我让你走。
让谁走呢？啊，你成天打麻将，把他一人扔家，冷冷清清的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我真说行，你再看别人家小两口，恩恩爱爱，欢欢笑笑，你再瞅瞅他，凄凄凉凉，独守空房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？嘴发苦，心发堵，比守寡还不幸福。兄弟，你不喜欢打麻将吗？去玩去吧啊，有狗陪着就行了，那狗啊比你强多了。你才狗呢。老公，你要是不爱在家待着，想出去玩不是不可以，你去健健身，跑跑步，哪怕是溜溜弯都行，只要是健康的，积极向上的，你做什么我都愿意让你去。媳妇儿，对不起，我没考虑你的感受，以后这麻将我再也不玩了。我以前我还总说什么小赌怡情，这情我不宜了。小赌怡情，但是大赌伤身呀。是对了，大不那个那什么了，那有句话叫不大不小伤媳妇儿。不是，怎么哪都有你呢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少往我家跑，听见没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对我媳妇就是没安好心。你嗨，刚才呀我跟大哥那是演戏，激你呢。激你呢？我天天上你家干啥？有病啊。啊，这么回事啊？能有啥事儿？那个你俩和好了，我这任务是不是也完成了？我是不是得喝口水走啊？哎呀大哥呀、啊、还喝什么水呀？要是没事啊、那个、你就先走吧。 那个招待不招我就不远送了，再见。 瞅瞅瞅瞅瞅瞅，这人脸翻的比狗脸还快呢。媳妇儿，老公对不起，我喂喂，老妈呀，三缺一，你来吧。三缺一哦。啊，不去，在家陪狗了。啊？不，是陪媳妇儿。